东方新源集团有限公司始创于1997年，是一家涉及工业制造、金融服务、智慧出行等多个领域的大型企业。经过多年发展，现已形成以汽车、高端摩托车、农机通机、智慧出行加融资租赁的四加一产能一体发展平台，并形成以重庆涪陵制造基地、重庆高新区制造基地、越南制造基地、SWM 意大利制造基地加重庆涉外商务区总部的四加一地域布局。新源集团一直秉持创造物质、知识和精神财富分享给员工、客户及社会的企业使命，以国际化的视野坚定不移地立足于综合制造业，以产、融、网相结合的发展道路，致力于成为一家值得信赖并受人尊重的企业。